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庄户人家小李。现在正是这个庄稼还有这个果树加速生长的季节哈，但是天又不测风云，在那个朋友圈里啊，看到有的地方下了那个冰雹哈，下得非常的大，对那个庄稼还有这个果树啊，砸的是惨不忍睹，农民啊是非常的可怜哈。带朋友们去看一下哈，看看这冰雹下得有多大哈。好，跟我走吧。完了，今年的果子没大了。好，朋友们，你们见过这么大的冰雹吗？如果不是朋友圈发这个视频啊，亲眼看到啊，反正我是不信。这个冰雹下得太大了，对农民造成的损失太惨了。最后祝愿这个农民哈，天下五谷丰登，做好人一生平安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庄户人家小李视频的朋友点点关注，再见，拜拜。